在这边松山是不是90到99，对不对？那100呢？好，往下，松山跑去哪？松山这边，松山100、101到109，可以吗？就是这个档案叫做 Attend 一，就是两张工作表合并起来了，然后这是新的哦，所以常用关闭，你什么都不要做哦。你什么都不要做哦。对了，最好是这个时候把那个空白都删掉。我是比较喜欢这样的，反正我就不要留任何的空白。好，所以这边取代把这个空白，有看到空白，取代为什么都没有，就什么都不要打，确定。取代空白，这个空白，然后取代为什么都不要打，确定。然后请把这个改成整数。可以吗？然后还有我们在人口数那边我们放的是什么？是民国年，有没有这个年？有没有？没有吧，所以把这个年也拿掉，请把这个年拿掉，对不对？所以取代值这里面的年，把它全部都拿掉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常用关闭。OK， 就是这一张，就是我要准备移动复制到人口那一张。这一张资料表我们取名叫做死亡人口数，对吧？做完了，可以吗？从民国90年开始，一直到民国109年，各行政区的死亡人口数整理好了。记得最后只是做一件事，移动或复制到这边，到这个。移动到最后面，然后建立副本，确定，可以吗？那刚刚那个档案就可以储存，然后离开了，储存，然后关掉。好，换你们动手来去做。这样我们是不是叫人口数，还有死亡人口数？